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既然就是说你把我当股东，虽然说银行没有什么我有设计，但这个很多事情跟我商量，对吧？我这样有心理问题以后，我们往哪个方向？突然今天报一下这个，明天报一下那个，我就感觉我不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我怎么感觉就是说，是不是你想让我退出都不好意思讲，还是怎么样？我怎么想这些方面？是没做任何。我是。